欸，我刚才把时钟顶掉，好不好，各位？这是香妃永菊，孤芳自怜，千面玲珑。给大家看一位玩家 PVP 的演示啊，先寻访好了。哇，这个寻宝，我觉得这些寻访整个被我们玩爆了，你知道？我们就啊鸟欸，寻到了吗？你刚才已经寻到了。玄策，直接秒我。那主线可以继续吗？主线。哦，40万这样还没办法弄，会不会太扯啊？嗯。那我们今天是签到第几天呢？208。啊！哦，这些都是我加的。哦，这件应该是今天得到的啦。我傻眼。你说我们真的有武媚娘啊？欸，真的有了耶！太瞎了。就刚才被我们得到了。很耐玩了。